当年在南平这个地方跟41位的诗人举办的这个流觞曲水的一个活动，我们来共饮一杯好茶。今天为各位推出的茶品是洞顶贵妃茶。曲水慢慢的让它流出来了。那这个蜜黄色的一个洞顶贵妃茶汤，它在这个曲水里面映着这一池的清水里面的倒影，那它会有一点点的摇动，那如果会构成一幅非常美丽的一个画面。是用生漆特制的，那它可以承载刚好我们是一杯闻香杯连同茶壶的一个重量。那之前有我们的大姐姐一个，她就讲这个曲水流觞太好玩了，我回家要买一个大脸盘，拿我的盘子来试一下。我说不用试了，因为比重的关系，你家的盘子一下水就沉了。那这个时候你会觉得神清气爽就好像天地之间都是神清气爽的。那第二道的茶汤呢，它清我神，我的精神都来了，那这个感觉妇如飞雨洒清晨看它这就温柔的这个茶汤把它给我们压下来那整个人都轻松起来。那第三道的茶汤呢变得到，那得到呢到在各位的心中那也希望今天大家都得到蜜黄色的洞庭贵妃悠悠在这么一个美妙的清水里，它就是一幅非常非常美丽的画。最初感动就是南充充他头南花，他说热山热水浅深矮的然后围坐喜欢泡洞庭茶，然后最爱这个感觉就是不热，然后可以静静的喝个洞庭茶，读着兰花真经再一次鳌山鳌水天星来，为做汉族当兵去。最爱出汉梦有数，南充充，南充充他同南华。谢谢。嫩叶，新芽爱以前，我们喝茶的人都知道。台湾这个海港城的特别特别的是古以前后的春茶，那难得这样的一个茶叶的采摘呢，收成之后我们用山上清凉的泉水加上竹炉的一个暖火